提前恭喜你，中国台球队队长林逸阳。这是吴继明投票的结果。你上七周那会儿已经是全国冠军了吧？是的，那个时候我还受邀去你们学校做过汇报演讲呢。真假的？什么时候？在你上小学的时候。倚老卖老。妈，吴老师，小林，会开这么晚，让你久等了。不会。好，到楼上聊吧。哦。哦，这都是他切的，切的好吧？你看摆的多好看，是不是？知道小果为什么这么紧张吗？哦，我不紧张。好了。妈妈不会吃了他，让我们好好说两句话。你们说嘛，我吃水果。阿姨，您说。上个月我们第一次见，你过来敬茶，那时我就看得出，小果特别想跟你说话。所以坦白讲，我就在观察你。可以说，为了小果，你的每一场比赛和赛后采访我都看了，包括你老师到场那次。你在场上的鞠躬是我对你印象的一个转折。九球公开赛，我也看到了。看你哥干什么？打什么信号？没有，在您面前不敢打信号吗？姨妈，没想到您也看了。对呀，不看的话，不知道你们这帮孩子这么怕我。你在场上的英文很出色，一个人没有家庭做后盾，留学会不会很辛苦？还好，总的来说，吃过的苦都值得。很了不起，没有家庭的支持，真的很了不起。小天回来之前，我对你的学业并不了解。他回来后陪外婆住了一星期，全天都在说你的学校、你的专业，我听了也很开心。妈，他真的特别用功。我们认识那会儿吧，一个星期也就见一两天，对吧？全都是在忙学习。哦。是说前年？好了，阿姨说完了。阿姨，感谢您愿意给我这个机会，一个愿意重新看我的机会。这是你第二次给我敬茶，上一杯没想喝，这一杯倒是喝得很开心。说完私事儿，我们聊点别的。我们聊点室内运动会的事儿，不算公事，随便聊聊。我妈就是三句话不离工作。姨妈，您是看我们两个负责人在这里，难得的机会，不说工作很吃亏吗？没大没小。这次室内运动会台球有以下几个项目：女子六红球、斯诺克、八球、九球都是个人赛；男子斯诺克个人、八球、九球、斯诺克团体，一共七个项目。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报名想法。
阿姨，我听你安排。斯诺克个人和团体是你的主项。对，我会报名。你在国外九球的成绩大家有目共睹。没问题，九球我也报。八球还有力气兼顾吗？只要能选上我，我全打。不是不是，这样消耗太大了吧？那万一到时候连主项都保不住怎么办呀？这要看小林自己的意思。您当面问他，肯定说没有问题啊。就算是能力再强，也不能用到油尽灯枯吧？我只是问问他能不能胜任，最后的名单还要等教练开会最后确定呢。只要他想去，肯定能上名单呀。没有他不擅长的，只有他想不想打，对吧？小果对你信心很足啊。我没问题。提前恭喜你，中国台球队队长林逸阳。这是吴继明投票的结果，刚回来前得到的消息。你用行动和成绩征服了给你投票的所有人，大家都希望新任队长林逸阳能带领中国台球队走向更新更辉煌的时代。加油！